很久以前，我与金蝉子还是同门。他是个认真的人，看不得灵山从来祥光瑞霭，山下却遭着苦困天灾。他说，凡诸众生皆有慧根，何以只有你我高高在上，其他人就只配磕头烧香？ 我说，因为他们不如你。后来，他犯了大错，重入轮回，又收了几个徒弟，可结果如何？徒弟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连他自己也躲了起来。要我说，这些去取经的，都是废物。 信什么狗屁如来？不如我自己来。既然未来，为何不拜？
你这笨货也被那老贼抓到了，这大包比以前邪门多了，竟养出了此等厉害妖物。估摸老贼借了大师兄的道行，把这破袋子又缝补了一番。
得更畅快些。
早先拐了我的宝贝下界，又借大圣之力把我的后天丹儿变成了销魂夺魄的邪宝，还化作我模样假我之名诓来了许多旧仇，一心逞能报复。大毒品，我早该踩到是你。<笑>恕罪恕罪。哼，管你一次我信，管你两次猪都不信。<笑> 我也不信，谁知这孽畜胆子这么大，我本要亲自收他，不料两位施主先到，不能，你自是福大命大，而他年纪轻轻竟如此了得，这回或许没看错人。莫讲这些不帮衬的话，你那黄眉小儿失足淹死是小。 大师兄的东西若是丢了，再找寻起来就难了。<笑>
你那九齿钉耙，且借我用用。 师兄此番下界，倒是去了好久。说人话。这回。
我又赢了，金蝉子。祸乱人心，道果为因。师兄如此执着输赢，可笑，可悲。若不能赢，还仗什么因果人心？石猴不过自封齐天，那四庆童儿却敢自立宗庙，自封世尊。亏得你佛心坚忍，勇猛无惧，竟抵住了他的引诱。那些个星君魔将、高僧大能，一个个乱了性情，坏了道心，真是因为放不下心中的偶像。你一路迎霜冒雪，可曾嗅到使人痴心破灭的味道？